guys, welcome to Action Studio.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我们的多人库，多人生存。然后我们现在看见前面那一个穿着钻石装的变态男子，好像在跟某个村民说一些有点无言的话。到底在讲什么？哎呦，现在被卖了，阿内阿发多。手脚给开无？啊！让啊！我又跳进水里了。让我拿面包砸你！跑！你给我跑！你给我！你刚刚是在亏村民吗？什么啦？你刚刚在亏村民吗？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给我解释！解释！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清点一下我们成就所需的东西好了。哎，我的麦克风会不会太小声了？不会啊，刚刚好。真的吗？我要调整一下。对啊。我要把我声音弄到非常大声，大到你们晚上连睡觉都不能睡。去。等我一下哈，等级。吃萝卜啦。好了，这样感觉上好像有点大声，有木有？真假的，好，不管。哦，这里太乱了，怎么办？我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小麦。哎，糟糕，我打错了啊！我打错了。这里太吵了，好吵哦！杀掉他们。哎，不过网络有人讲说我讲德玛西亚比较好。那你就继续德玛西亚吧。德玛西亚。不错，你今天很有活力。德玛西亚，德玛西亚。要是如果你讲话都是用德玛西亚怎么办？不管你讲的用德玛西亚这样吗？没有。如果你要跟人家讲说我要一份我要一杯可乐，你要怎么讲？我要杯德玛西亚。I want you 德玛西亚的。而且还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做装备？我现在看你们两个都有装备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要来一套好吗？你要来一套吗？我要来看一下。我已经有铁翅头盔了，我先做一个铁装好了。太过分了，你们。不要啦，你做钻装了。没钱啦。好啦，给你嘛，我给你嘛。我有胡萝卜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觉得这个胡萝卜有点猥亵的？是不是好像之前用？没有，我刚拿来捅你后面的。你看嘛，脏死了。有没有评论上都说纪元脏的要死？我是说捅你的背后。我没有说哪里呀、啊。那只不过是一些言论的表象的看法。你要澄清你自己很纯洁吗？对，我没有，我本来要澄清，我没说什么，那是他们的想象啊。你说是不是？天命你怎么看？对。我只不过是说拿萝卜捅你后面而已，但是并不代表说我捅的是哪一个部位嘛。天命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天命在打字了。人脏心就脏。闭上你的嘴。我觉得这句话挺中肯的。去。好啦，不管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烧成1000个小麦，可是。我1000，等一下，一个大箱子里面可以装多少东西啊？但是小麦都没绑齐啊。对啊，等一下，你们帮我算算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六乘以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小麦9、6、54。对哈、哦，我有骨头，那就拿来做骨粉吧。54乘以64等于多少？有没有在按计算机？我拿的是泥土，对不对？我拿泥土干嘛？跟组骨粉才成就了几个麦子而已。真假的？不太好搞。3456。拜拜。怎样？OK， 这样。OK， 我已经准备好大箱子了，怎样啦？小白，你的麦没有声音哦。真的吗？真假的？可是我这边声音有在跳。
一排十个嘛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真的没声音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是你那边自己问题。等一下，我检查一下影片有没有问题。OK， 看起来好像声音没什么问题，是你那边自己出问题，呵呵。哎、欸，说到骨头，那边好像有放几组骨头在里面呢。有骨头，那就拿来用用呗。我先去找地方种个。嗯哼。哦，我找到一根，还有没有？哦，有六根了，好、哦、没了。我种在后院好了。你要种什么啊？甘蔗啊。OK。不然能怎么办呢？啊，现在骨粉没有办法让小麦直接长到最大。没办法了，他现在只能改成这样子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摧残我们可怜的村民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甘蔗，甘蔗。哎，你可以用甘蔗编出一首歌吗？我要用甘蔗编什么歌？例如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小麦。我只爱吃甘蔗，甘蔗，甘蔗嘞。哎，你用那个什么？那个什么，那个姐姐的那首歌，唱甘蔗版的。我怎么我不太会唱那首。你试试看呐、啊。我爱家，我爱播甘蔗嘞。嗯，我觉得应该像。我爱播甘蔗。你还在种田吗？我在拆，没有，不是我在拆，我在把那个好的都拿起来种。嗯哼，我超我有心的好吗？好了，现在小麦收成要一千哦。对，一千个。那我们这边应该要摆个箱子吗？我摆好了，现在有37个，离一千还有一千减37的数量。你算数不好啊！一千减37呀，是我们剩下的要收集的、啊，哪里错了？拜托，自己算数不好吧？还有六颗，然后再有七个种子。没事啊，不早讲，不早打屁屁了。哎、我好像要打喷嚏，我好像要打喷嚏。啊！哎、欸，我大概知道用姐姐的那首歌来唱甘蔗了。你唱过他的啊？哦，我想想看啊。林金嘛，甘蔗甘蔗甘蔗，金家家来兄弟。我总觉得你唱台语歌好像有些喜感。好了，对不起哦，我不太喜欢，我不会唱。我觉得好难唱了，算了。还好啦。要不然你改编没？我唱不，我就不爱，我又不太会改编，我音乐细胞不好。音乐细胞不好。对啊。手手教你，那天命要唱吗？天命唱啊！哎呦，不会啦，怎么会呢？哎，还有四个种子，是你刚刚拿出去吗？有啊，我刚刚有拿一些出去。好了，我们的农田大到还没有办法种完。好了，很好，我觉得我们有乘坐的目标了。我们去看一下马铃薯啊，我们很久没去关注我们的马铃薯了。马铃薯要哪找啊？兄弟，马铃薯不是啊，马铃薯是马铃薯吗？还是什么？马铃薯啊，我们萝卜田，我们有萝卜田。哦，我找到萝卜了。萝卜在下面。我正要过去收成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几根了？三根胡萝卜。有了吗？哎、欸，那就抽成呗。好了，应该是吧。好了，范围增加加二。我觉得这样收集到全部真的有点困难。是蛮难的，看到我们多痛苦，会出了好几集啊。每天都要看它，蘑菇，你长好了没？是萝卜吧？
哦，萝卜。你讲蘑菇。有一件呢、哦，你欠吃鸡蛋。你少拿蛋砸我。感激啊！等一下，前面那个要怎么唱啊？那是跳针的部分吗？甘蔗，好吃，不要再叫了，吃我这根甘，不行啊，多一个字了，吃我这甘蔗，每天吃甘蔗，有身体健康。大刚吃甘蔗，身体健康。听你是把呼，不过甘蔗实在都会糖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记得甘蔗好像它含糖量蛮高的，一咬就是好多好多甜汁。我刚刚真的遇到跳针这种事件了。跳针啊！好，算了。哦、天命你真乱呢、我还坐床里面射你需要这个天命打爆他合成箱啊！这是咱们睡的，你明不明白？至少你很贴心，做了三张床。然后还有衣柜，每个人要有每个人的衣柜是吧？我要跟天命睡。打鬼呀！你的房间在那边呢、啊，你要来这里干嘛啦？讨厌！天命，我们睡觉喽，床呢？床怎么只剩一个？哦，真的，怎么会飘到我这边？纪元，不要担心，有村民陪你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一个？闭嘴！他已经被我杀掉了。你看欺负老朋友。我戳你。我们的房间应该也要改造一下，要把它改，要把我们的房间要比它还要好很多。你猜怎么着？你猜怎么着？等等，我们要有窗户，我们要有窗户。哦，糟糕，有一只牛在外面，为什么？啊，石头喷出去了！我的石头，你飞到你哪里去？我找到了。不过网络有人在讲，就是叫你要必杀技。什么？网络说叫。网络说叫我们继续互砍，不要玩下去。哪来的猪？去。不对，这只猪是我的好伙伴，这只当我朋友。我有猪伙伴。你不懂啊？猪呢？